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06面，第406面第六号常照观，这里看起啊，常照观见颂矣，常即光中，即而常照，故名常照观。未以为不断光，净言曰：常照不绝，名不断光。常照的意思是永远没有中断的，无始无终，所以它也叫不断光啊。这个光就是常寂光啊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啊，所以常照啊就是常寂光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的光明啊，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啊。自性、本性、法性，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，讲的很多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大乘教里面有常乐我净，常就是常寂光，就是不断光。它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，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头得来的。”也不是你修来的啊，自信本有的圆满的智慧，清净的智慧，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，智慧德相都不能够现前啊！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明白了，不是不现前，而是现前成为一种扭曲的现象啊，不是自信正常的现象，被扭曲了。六道的现象，十法界的现象，就是被扭曲了的。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被扭曲了的
叫暴徒的现象。啊，像一个人，他的器官、他的细胞变成病毒了，这是个有病的人，不是个健康的人。啊，跟健康的时候完全不能比了。六道十法界了，就像这个样子啊。学佛学什么？佛陀帮助我们恢复健康而已。恢复健康不是他赐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健康，本来没有病。啊，所以佛陀对我们只是一个增上缘而已，清净缘、受缘缘、无间缘是自己本自具足的。只要我们会用啊，没有这个增上缘，我们永远迷惑，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永远不知道是自己真正是个健康的人啊，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神通道理啊。我们看到佛，看到佛化身菩萨，甚至于阿罗汉，都羡慕不已啊，很想有他那样的神通道理，殊不知自性个个具足啊。不比如来少一分呐！啊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回事情？啊，世尊业余为我们道破。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，一句话说破了。我们就是因为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这是烦恼，这是障碍。把自性本有的智慧德相统统障碍了，啊，扭曲了，把十报庄严土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，变成地狱。为识所变，识就是分别之处。佛菩萨他们厉害，厉害在哪里？厉害在不分别不执着。不分别不执着的境界，就是毕竟平等，万法一如。这个事情好像不难呢，真的是不难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不肯干，我们不愿意干。如果肯干，如果愿意干，真的一点都不难。张家大师说得好，佛法在哲学上讲知难行易。
转凡成圣不难了。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对于圣凡的真相有所知，迷惑颠倒，难在这里啊。所以劳累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教学，就是为这段事情。他讲的是什么？他教的是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就是凡圣的真相啊！啊，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就不难了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真正知道了，你就会非常好学。啊，一天到晚手不释卷，乐此不疲，就好学。学到做到，就契入境界了。今天有人说，某人是个好人，是个大好人，好在哪里？我也承认世间第一等好人是谁呀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菩萨，真好人，第一等好人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这就是第一等好人。你赞叹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；你毁谤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；你陷害他，他还是阿弥陀佛。好人呐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没有第二念呐。啊，这个人才算是真正大好人。啊，你把他杀掉了，他给你磕头感恩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解脱了。世间法里最麻烦就是这个身体。身体丢掉了，什么事情都好办了。身体是个包袱啊。身体是个累赘呀，啊，身体好比是个地狱，天天背在身上啊。这个东西拿掉了，解脱了，能不感激人家吗？啊，无论人家是有意是无意，把你杀了，都要感恩，大好人。嗯，身体丢掉了。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到十方世界去了。啊，只有我们一般讲灵魂，何况你可以把灵魂觉悟了，提升到灵性，灵性的活动范围遍法界虚空界，他没有障碍啊，他得大自在啊。
他不是物质的身体，所以他也不需要什么营养，也不需要什么饮食，他不需要了。有物质的身体就需要，没有这个物质身体就不需要。你知道这个物质身体是多麻烦，啊，你并没有伤害他了，你是帮助他了，帮助他提升了。啊，在世间法来说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因果的事情，那就是这样的，过人因果，过人承担。啊，这个明白人、觉悟的人，你跟他不结罪，就是杀了他也没罪。他没有怨恨，他要有怨恨，你就有罪，会惹来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他要不记恨，一笔勾销了，你跟他不结罪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，佛经上有说，无逆罪也。这个无逆罪是无间地狱，也叫阿鼻地狱。啊，无间罪有五种：杀父亲、杀母亲、父母爱你。你杀他，他也不会怪你。你跟父母不结罪，父母如果怨恨你，你就有罪；父母不怨恨你，你没有罪。那么你给谁结罪呢？你给一切有情众生结罪。结什么罪？你给他做了一个最不好的样子。怎么会杀害父母啊？人家看到你可以杀害父母，我也可以杀害父母，所以这个样子就是阿鼻地狱。啊，父母被儿女杀死了，他也绝不希望儿女堕阿鼻地狱，太苦了。啊，父母对儿女永恒的爱呀、啊，怎么忍心到让小孩堕阿鼻地狱？所以堕阿鼻地狱戒罪，你要晓得，最重的戒罪是戒罪什么？你给世间做了坏榜样。啊，用圣贤教育来说的时候，你破坏了圣贤的教诲。这个最重的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也是如此。你破坏了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你在大众树立一个不善的榜样，把别人教坏了，从这个地方戒罪啊。啊，回谤圣贤，回谤经教，让许许多多众生在这一生遇到佛缘能够得度，你把他这个缘破坏了，甚至你把他学佛的这个缘断绝了，这个罪业多阿鼻地狱。啊，所以你并没有跟佛法僧结罪，佛法僧大慈大悲啊，决定不会怪你啊。你结罪是在另一方面你得面面看清楚啊。
所以在中国古里，有所谓杀父之仇啊，不共戴天呐、啊！啊，这儿子一定要报仇啊！啊，儿子报仇是什么呢？是行孝道啊，也是给社会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劝导一切人呢，不可以杀别人父亲啊！你杀他的儿子要报仇的，这个作用，功德在这个地方。意义就大了。那这一桩事情看到好像是小事情，它影响整个社会，影响千年万世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讲，啊，那么父是父人仇，父亲的仇人，可是这个人现在在做好事。能不能杀害他？不可以。他现在做一切利益社会众生的事情，你把他杀掉了，许多人得不到利益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等到他老了退休了，他不做事情，这个时候来报啊。如果他做官，不可以报仇啊。做官是什么？为人民服务啊。你要把他杀掉的时候，啊，他替人民做一些好事情，人民得不到福了，得不到了，最从这里起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等他退休了，啊，立罢官立职了，这个事你可以报。他要从事于社会慈善事业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，都不可以报。啊，如果他出家了，弘法利生，他更不可以报。这叫明理呀！啊，社会大众绝不会怪你。啊，这个人是你杀父之仇，你都不报啊！你等待机缘，这不是时候讲义。义是什么？合情合理合法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你的方方面面想到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！感情用事往往惹来的灾祸。啊，这个灾祸国报很严重。你看，父母被人杀了，你再去报仇，报了仇之后到地狱去了。那究其根由，是因为从父亲那里起来的啊，因为报复仇啊。而这个人，他对社会对一切众生有恩惠有好处，把他杀掉了，让一切众生得不到好处，得不到利益，这个罪多地狱。你为父报仇，你父亲知道在流眼泪啊，你错了。仇是可以报的，不是时候啊。啊，这些道理要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
自己做错事情真的自己不知道啊，但是果报现前一定要自己承担。啊，自性光明，永恒不断。啊，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执，什么都想到我，起心动念第一个决定是想我。啊，我的利益第一优先。啊，造作一切不善的根源就在此地。常寂光是佛光，常寂光是自信的德光。景心思说得好，佛之常光恒为照也。啊，可是这一句话，佛常光是恒照，没错，我们没有得到利益。为什么没有得到利益？我们不肯接受，他是照到了，我不理会他。没有接受我啊，怎样才能接受呢？第一个是信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。啊，你不信，无时无刻不找你，你得不到受用，不信。啊，不信当然就不尊重，就不恭敬。啊，那个人他相信，他恭敬。啊，对古圣先贤恭敬。对古圣先贤佛菩萨的教诲相信，依教奉行，他得利益。啊，天天不离开圣贤教诲，佛菩萨的经教，时间久了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？什么时候开悟？随着你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善根福德因缘后的，早开悟啊。善根福德因缘差一点的，就迟一点开悟啊！终归开悟，时间早晚不定啊，开悟大小也不定谭鸾法师的赞有两句偈：光明一切时普照，故佛有好不断光。
一切实普照就是常照的意思。学佛的同学，特别是不是初学，学了不少年，一定要晓得，一定要能把这些事情记住。佛光普照，佛光遍照，我们一切时一切处都沐浴在佛光之中。啊，只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太厚了，障碍了佛的智慧光明，我们不得已了。普令众生觉悟，这个事实那就是弘扬佛法，弘扬佛法的责任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通通都有，而且平等。啊，发心去做，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，第一等的功德。那我不要功德，我要福报，告诉你，这是第一等的福报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而且学习一点都不难。中国古人常说，十载寒窗一举成名。啊，你果然用10年的时间，下定决心，一门深入，你就成功了。10年之后，你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弘法法师。人人都做得到啊。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住这个方向目标啊，10年不变更。啊，10年不算长时间呢。决定成就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10年凡夫能修成佛道，能修成菩萨，凡夫能成为圣人。啊，只要你肯走这条路，你肯定走得通。只要肯走这条路，一切诸佛如来时时加持你，佛光加持你，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你，你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更应该知道，佛光是自信的光明。他的真因是自己本性真心本来具足的。
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我们做了增上缘啊，让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我们发现了啊，自己确确实实沐浴在佛光之中。下面第七，清净广佛。啊，清净广，净隐约，利狗成净。这个狗，烦恼的代名词。你把烦恼放下，就叫净。就清净，净心曰：从佛无贪善根而现，三善根啊，特别讲啊，无贪善根，一除众生贪著之心呢，故清净。贪嗔痴叫三毒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叫三善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能生一切善法。啊，事出世间善法都是从他生。反过来，事出世间一切恶法、一切不善，都是从贪嗔痴生的。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认真去思维。认真去体会，我们是要三毒还是要三善根？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要人天极乐世界，我们还是要恶鬼畜生地狱？自己选择。我如果要选择人天善果，要选择极乐世界，我就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日常生活当中，面对着一切境缘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真正能够用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心，那你每一天都在积善了，都在积德了。古人说不要多啊，三年就不得了了。你积德积善三年，你来生在哪里？你来生不在人间，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你到天上去了，你享天福去了。那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决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一起去做阿惟越智菩萨去了啊，那还得了吗？
你这个事情难不难？不难呐！啊，如果还是用贪嗔痴的心，贪嗔痴这个心呢，用习惯了，无世界以来就用它。啊，我们自己反省一下，能不贪吗？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能不贪吗？怨恨恼怒烦，能不嗔吗？对圣贤教诲不愿意学习，能不吃吗？啊，感贪嗔痴。国报在三途，三途里面最可能的是地狱，叫造地狱业，感地狱的国报啊！这话说的不好听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！学佛的人很多，信佛的人不多。啊，信了他就真干。啊，真的要想方法离垢，真的要想成就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。清净心现前。清净光现前，禅师在这一句里面有一首偈赞叹。啊，禅师赞曰：“道光明朗，色超绝。”故佛又号清净光，一蒙光照，罪垢除，戒得解脱，故定力。清净光能帮助你觉悟啊！觉悟之后啊，你能够把所有一切不善。罪垢放下了，人生苦短啊，身上背负无量劫来罪业的包袱。这包袱有多大？华严经上有比喻，如果这个罪业有体相，啊，像物质一样，它有个体相，哪怕它再小，遍虚空也容纳不下。我们认为经上这一句话是真相，不是假设，不是比喻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么重的罪业，怎么能消除？佛经上有个比喻，
千年暗室，这个房间日月光明照不到，里面也没有灯，已经千年了。比如说，比喻一个人累积造作的罪业太多太多了啊！可是点一盏灯啊，就把黑暗照破了。一灯能不破千年暗啊？这个比喻的意思是，我们无量劫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就像千年暗室啊。今天闻佛法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这就好比灯点燃了，啊，无始以来的罪业都消除了。这个比喻好啊，这个比喻里头的意思，无尽的深广，一般人很难体会。我们学佛的人对这句话啊，初学的时候结得很浅呢、啊，随着常年累积，一年比一年深刻，二三十年后啊，对这句话就有很深刻的认知啊，跟初学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时时刻刻能警惕自己，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执着，真正知道经上所讲的真话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何必在虚妄境界里头做活计，错了。这句话是古人说的啊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何必在这一些假现象上你用尽心机，错了，别用了心啊。那我们人生在世，对着外面环境应该什么态度呢？随缘，随缘消旧业，莫跟造新殃啊！啊，我不再造罪业了，随缘消业，不造罪业。啊，怎么不造罪业？我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不造业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造业呀、啊！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度化众生，我们凡夫学菩萨度化众生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你自己都没度了，你怎么能度人？这个话佛在经上常说，常常提醒我们
思在什么地方？你要着重自度，自度而后才能度他。一心一念，自度为主啊！哎，要不要度众生？跟你说，自度就是度他，真的度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在社会上做出学佛最好的榜样，人家照你这个方法去学，肯定成功。这就度他，你说的再多，人家未必相信。你真做出样子出来，人相信了。啊，我们天天叫人放下，自己没放下，那怎么行？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自己要真放得下了。啊，放下不是在事上讲，事，事事无碍，理事无碍。啊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，清净心里一尘不染。啊，事相上再多，无动于衷啊。所以，他有能力随时往生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贪念，没有牵挂了，没有忧虑，干净了，没有了，自在了，连身体都放下了，何况身外之物？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给我们做出这个榜样。实际上，这一桩大事，所有一切众生也跟我们做了好榜样。啊，众生生病死亡了，你细细去观察，他能带走什么？身体带不走，产业带不走，财富带不走，啊，地位带不走，亲情带不走，没有一样能带走。佛教给我们，带不走的别放在心上，带得走的要常放在心上。那带得走的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带什么？我学佛学了60年了，啊，讲经教学今年是53年了，我是真干。啊，讲经教学是我一生的事业，从来没有停止过的。啊，我腊月30大年初一照样讲解，
没有放过假的，只有旅行在旅途当中。啊，讲经停止个两三天，很快就恢复。啊，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们在大乘法找到了。啊，带什么时候呢？带阿弥陀佛。这个带着走的，我只要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这个道场是供养大家修道用的。你们利用这个场所，好好的在这里学十年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成菩萨了。十年如果还搞贪嗔痴，那你就搞恶鬼地狱出生，啊，也在这里修道，修恶鬼道。修畜生道，修地狱道，都能修成功。啊，如果十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放下了，你修的是阿弥陀佛的大道。同样的事情，用心不同。无论什么个方式都能成就啊！你看看谭旭老法师告诉我们啊，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法师不认识字啊，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，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干，干一辈子欢欢喜喜无怨无悔，粗重的工作全是他干，啊，不妨碍他念佛啊，他心里头就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啊，口念佛，身干一切事都叫做佛事。为常住大众佛务。做人谦虚啊，对谁都恭敬啊，啊，人家也都欢喜他。你看往生的时候多自在，多潇洒。没有生病啊，欲知时至。啊，传戒期间当中，他到极乐寺。啊，在戒坛里面分配的工作，他照顾生病的。
啊，还没有开戒，开戒的前两天，他向老和尚告假，告诉老和尚，他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要求常住，替他办后事。这是佛门的大事啊！啊，老和尚很欢喜，答应他，问他什么时候走，不出十天。啊，他已经有信心了。到第二天又找老和尚，告诉老和尚，明天我就走。第二天真走了。留了一句话给大家做纪念，说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这秀无法师留下了一句话，他老人家一生能行不能说，他没说，但是他真做到了。啊，也就是我常常讲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好榜样啊，真佛弟子啊，真修行人啊。啊，我们只要照他那个样子就成功了。吃苦耐劳为大众服务，心目当中看一切大众都是佛菩萨，啊，所以他对于大众那种恭敬跟对佛的恭敬没有两样。啊，为什么？华严经上说得好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现在是不是是佛？现在是个迷惑颠倒的佛。啊，他只要把迷惑颠倒放下，他是真佛。他跟释迦弥陀无二无别。怎么能不恭敬呢？啊，怎么能不顶礼呢？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啊，所以清净光，就像坛上法师所说的，啊，这个光明朗离垢啊，能为众生消除贪著与罪垢。人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会有贪心吗？啊，娑婆世界种种美好，能让他生起贪念吗？不可能啊！娑婆世界种造作种种恶业，能引起他嗔恚吗？不会。
这是真舍智慧呀。娑婆世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故号为业清净光。又往生论云：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因智，六舌入一法具。一法具者为清净具，清净具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三种成就就是后面讲的三种庄严。老师成就了，极乐世界的老师阿弥陀佛。学生成就了，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，都是仰慕阿弥陀佛。啊，都是认知极乐世界。啊，到那里去的目的何在呢？去成佛的。真的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智慧神通道理，光明相好，啊，利益众生，样样都跟阿弥陀佛相同。这样的愿心呢？啊，略说入一法具，一法具是清净具，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实际上，这个清净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实之清净一面，体是真实法身。广摄国土佛菩萨三种庄严，念老无量寿经注解里头引用这段文多次了啊，让我们对这几句话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所以我们学净土，修净土，以什么为目标呢？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心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清净心得到之后，再向上提升，修平等心。
啊，清净心是阿罗汉的境界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了，心就在心间。啊，在这个世间随缘，样样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真正你见到了，你体会到了，你契入到这么一个境界啊，什么境界？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清净心的境界，啊，与这个世间、出世间、万事万法，决定没有贪嗔痴，啊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三善根现前。啊，还有贪嗔痴，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不行啊！你不是在修净业，你在搞六道轮回。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，贪嗔痴慢，轮回心。轮回心，无论修什么，都是轮回业。啊，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。前面跟诸位同学提过。前清乾隆时代灌顶法师说的啊，在大师至圆通招苏超里面讲的，念佛人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一百种不同的果报，第一个就是阿鼻地狱。哎，念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最后果报在阿鼻地狱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看到这一段的开示，灌顶法师开示，我不懂啊，念佛是好事情，怎么会堕地狱？我拿着经本向李老师请教啊，李老师一看告诉我，这是大事，我不给你一个人讲啊，我在讲经的时候讲出。为什么很多人犯这个毛病啊？别以为自己念佛将来都会升极乐世界，不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会堕阿鼻地狱呢？其实灌顶法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没留意到。他下面说是为无欲念佛。为什么念佛呢？我为贪图财色名食睡，我不要别的东西，我要这个东西，我念佛。
用念佛的手段，希望获得财色名食睡，无欲。这样的心念阿弥陀佛，堕阿鼻地狱，就是无间地狱。看你用什么心呢、啊？如果你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这个心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上品上生。由此可知，啊，念佛，在形式上没差别，音调上也没差别，用心不同啊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体是真实发生。阿弥陀佛广施国土，佛菩萨三种庄严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一切菩萨啊，一切世界51位菩萨，从初信位到等觉，弥陀这12种光，无不遍照。那就是弥陀广施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哪一个众生跟阿弥陀佛没有缘呢？佛光普照，无论他接受不接受，通通有缘啊，能接受的很快的成就了，不愿意接受的，拒绝接受的啊，过几年或者是来生后世，他自然会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不是不接受佛就不照，不接受佛还是常照，从来没有间断。所以佛的12种光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加持一切众生，慈悲到极处啊！没有人能做到。啊，这个因就是佛在因地所发的宏愿，愿太圆满了，一法不漏啊！故汉译弥陀名号为无量清净佛，又弥陀密号为清净金刚。
当知清净二字，其意深深啊。清净这两个字，心地功夫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本欲自心清净啊，《坛经》上告诉我们：何其自心本自清净，啊，所以清净心是自己的本心，是自己的真心。啊，这个里头具量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。第八，欢喜光。经言曰：能令见者心悦明喜。啊，叫一切众生看到你，心里面都生起喜悦之心。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佛法里面，一切菩萨都成喜悦相。啊，佛菩萨的相。一切众生见到没有不欢喜的，为什么？他有个欢喜心，这个心放光啊，放光的表现在外面，啊，是从佛无嗔善根而生。能除众生嗔恚其心，其实忧伤啊，忧悲苦恼啊，啊，故欢喜。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要修清净心，我们要修欢喜心。清净心是无贪善根现前。欢喜心是无嗔善根现行啊，心里头没有贪嗔痴，自然清净欢喜。而且是长生清净心，长生欢喜心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所谓一片慈悲也。自自然然就得到阿弥陀佛清净光欢喜观的光的加持。
禅师赞曰：“此光霞毗是安乐，故佛又号欢喜光。”安乐者，如法华云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乐。佛光临令能令众生安乐欢悦，故名欢喜光。戒引大众，弘法利生，清净欢喜要摆在第一线的。展现出无贪、无嗔、无痴三善根现前的身心清净，无量欢喜。为什么？你全放下了，你没放下，你每天有忧虑，有烦恼，有牵挂，烦恼习气太多了，太杂了，所以表现在外面，心浮气躁。身心不得安稳，这在现前社会是普遍的现象。是过去有史以来未曾听过的。这样的动乱叫混乱了，人活在这个世界太辛苦了，太可怜了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，带给我们的是负面的多，正面的少。我们多说一点吧，大概正面是10%，负面是90%。10%对我们是有利的，90%对我们有害的。核能发电，供应电力，这是有利的。可是海电厂出问题了，要付出多少人命财产的代价，值不值得？不值得。日本海能电厂的辐射的问题，
现在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啊，比早先预估严重的太多了。啊，听说日本有50多座还能念章，现在出问题的才只3、4个。如果全都出问题怎么办？这个事情也就是告诉全世界，利害得失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贪一点小利，将来要付出重大的代价，这不值得的。啊，这是愚痴人，没有智慧，智慧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。啊，那么我们要修福，心地清净，表现在外面，一团欢喜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记住，时时刻刻对人对事，要学弥勒菩萨。啊，弥勒菩萨清净欢喜，特别明显。啊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。第九，谢脱光，见颂矣。啊，位移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没有。啊，他没有用谢脱光，故古注释未有注解。啊，因为他没有，所以古来的祖师大德注无量寿经就没有这个注解。但位移中有阎王光与五乘光，有这两种光，谭师赞曰：“佛光照耀最第一了，故佛又号光焰王。三途黑暗蒙光起，是故顶礼大圆够。”啊，这是赞叹阎王光。啊，又有一首经赞无乘光的，神光立相不可名，故佛又号无乘光。因光成佛，光赫然，诸佛所叹故顶礼，由上可见，年纪之时，皆赞谢脱。啊，神光立相，因光成佛，是显解，是显谢脱光，自觉之德了。佛光第一了，三途蒙光是显谢脱光觉他之意。啊，从此两记赞颂合参，正显谢脱光之得意。这是古大德
啊，翻译确实有开惑不同啊，所以才有这么多差别。意思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才能得其全貌。阎王广啊，谭鸾大师的赞叹里面，广阎王他的德三途黑暗蒙光起，启是启发，是开启，三途时地狱恶鬼出生，啊，称之为三途。恶鬼称为刀徒啊，这是比喻。我们世间人常讲啊，胆小鬼，鬼确实胆小啊。谚语有所谓啊，鬼有啊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啊，所以人不要怕鬼，人怕鬼就错了，那鬼怕人才是对的。那鬼的那胆那么小了，你还怕他，你比鬼胆还要小，这错了。啊，所以记住，啊，实在上鬼怕人。啊，人的阳气盛，鬼不敢靠近了。啊，人要多行不义。啊，一生的罪孽，人的光就失掉了。那鬼就不怕你了。啊，你有正气，有阳气，鬼怕你。啊，所以鬼叫刀徒。就是他常常生活在恐怖当中啊，就是怕别人害他啊。畜生是血土啊，畜生死都是弱肉强食啊，都是流血而死，这血土啊。地狱是火土，纵然是寒冰地狱，它的相也是一片火海啊，所以叫三途啊，刀途、血途、火途啊，叫三途。这是六道里面最苦的地方啊。佛以解脱光遍照三恶道，三恶道的人，这有缘呢，有缘就是能接受啊，啊，接受解脱光照，他就能离开三途。能生到善道啊！啊，善道是指人天呐、
生到人道，就有闻法学佛的机缘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也许就有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啊，脱离十法界这个机会也，这太难得了。啊，大乘净宗法门，是一切法门解脱道里面，确实是排在第一位。啊，待业往生，你不走这个路，你走什么路？无路可走啊！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，能遇到这部经典，遇到黄念老的注解，这是多大的福分呢？没人知道啊。过去生中要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你这一生不可能遇到。啊，遇到了你真的能相信，真的能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恭喜你，你这一生成就了，你这一生圆满了。武则天提《华严经》的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不容易遇到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遇到不知道珍惜，这一生空过了，那才叫真可惜。啊，这两首偈子最重要的这个四句话，神光理想，为什么？解脱光照啊，就像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智慧光照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解脱光也然，也把五蕴照见了。啊，真正见到了它的真相了，你才能把五蕴放下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，统统放下了。
这个放下什么？就放下轮回了。如果再高一层次的呢，那就放下十法界了。声光响，音光成佛。啊，这无尘光啊，应光成佛。行解脱光自觉之德，啊，我们再把这两句合成一句，立相成佛，你就更好懂了。那反过来呢？着相就六道轮回。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在在处处提醒我们，别着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常常记住，常常想住，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包括自己身体。啊，不是叫你糟蹋身体，不爱身体，你不要的把身体执爱太过分了，太过分是错误的。啊，身体怎样要健康？心健康，身就健康了。啊，身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听命于精神现象的，就是意念。啊，所以佛法上有一句，真叫金玉良言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说你不懂又好像懂，说你懂你真不懂。为什么真懂可以一切都不必要了？我那个心好，我心是阿弥陀佛，没听说阿弥陀佛生病啊，没听说过阿弥陀佛有头痛脚痛，没听说过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心果然是阿弥陀佛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那从心想生嘛，我心是阿弥陀佛，我头是阿弥陀佛的头，脚是阿弥陀佛的脚。啊，这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真帮我们解决问题了。啊，自己问题解决了，可以解决地球的问题。你看地球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啊，我们心清净，地球清净；心清净，灾难就化解了。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用什么方法恢复到我们清净心？第一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这念阿弥陀佛，要把清净心念出来呀！你念佛的功夫有效了。啊，清净心念出来，你决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同居土上三辈往生，
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欲知是知，自在往生。清净心现前，啊，平等心现前，用念佛的功夫念到平等心了，你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如果念佛念到大觉大悟，啊，就是大彻大悟啊，清净平等觉啊，啊，觉现前了，觉心现前了。你生十宝庄严土，清净平等觉，这三桩事，感得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宝方便同居净土。啊，自觉。佛光第一，三途蒙光，显解脱光觉他之意。自觉觉他了，自度度他了。阿弥陀佛，佛光第一了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用十二光的心遍照法界，你所接触到的众生都是有缘众生，普遍都能得度。禅宗法师这两首偈，正显解脱光的得意，立相成佛，故光普度，正显解脱光者，妙德与利益也。于此亦可见，古已差异，往往皆有开合之不同啊。你看位移里面把解脱光讲成阎王光、无称光，讲成两个啊。那么在这个本子里面，这两个光合成一个叫解脱光啊。这是翻译的人开合不同。啊，五种云一本，我们读这个注解等于说是五种云一本全都读到了。啊，汇集的好，解释的好，这是我们有福啊才能遇到，一定要珍惜啊，依教奉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